天是一个出差的 vlog， 在北京，然后呢想去护个肤。现在是已经立秋了，所以呢脸上的保湿也要做更好。然后因为现在在北京，所以我先第一层先喷我最爱的一个喷雾，这推了好多遍了。先打了一层水之后呢，就要上精华了。先给你们看一下质地，很滋润，但是它流动性也是非常的好，吸收也是很快的，涂在脸上也不厚重，感觉皮肤滑滑的。里面主要成分呢就是有天然的白钻松露，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哦。它呢可以在补充胶原蛋白的同时呢重塑蛋白结构。上脸程序呢就是首先把它搓热，然后闻一下，按压上脸，然后呢就这样两指往上提。涂完脸上精华呢，眼周的护理不能忘记。我们先来展示一下它的质地，感觉像果冻胶一样，也是非常好吸收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它还附送了一个小按摩神器。然后它是怎么用的呢？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先把它点在指腹，上在脸周，用这个这样推，然后点这边也是。最近呢因为老是在出差，所以一直在倒时差，无疑就在熬夜，所以呢眼周护理也是要做到的。这个按摩棒呢很特别，它就是冰冰凉凉的，用在眼周呢就是可以消水肿的感觉，很适合化妆之前用，而且化妆之前不能打太厚重的底，用上精华然后去化妆就刚刚好了。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推过这个妊娠膏，这是我在澳洲买的，然后它现在在香港也能买到。比如说昨天晚上在北京睡一晚了，嘴巴有点起皮，化妆前先涂一涂，在你要画嘴唇的时候呢，它刚好就把这些皮软化掉，你用纸巾一擦它就掉。给你们分享就是我带来的这些东西。这个呢没往它漏，所以就把它这样子包起来。其实呢它就是个芦荟胶，但是它是芦荟离子修护啫喱。单涂这个呢，它是可以在你晒伤啊，或者是你当天可能皮肤有点什么过敏的时候都可以镇静，所以我经常是会把它放冰箱里面的。我很爱的一个敷法是什么呢？这些就是膏状的面膜，我就为了让它们不要干的那么快，或者是扒脸扒太紧，我就会在上面再敷一层这个，它就会让它更滋润一点，而且卸的时候更好卸，这边的营养也带到皮肤里面去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百搭。最后还有一个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头发是那种细软塌的，但是你在北京又不想要一直洗头发让它更干怎么办呢？噔噔噔，干发喷雾可以让你的头发蓬松一点。这一个是我在英国买的，我主要买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香味我很喜欢。我要赶紧去化妆了，再见各位，散会。